小李子，来自广州，玩了 X-ray 特别特别简单，特别开心，认识了特别多的朋友，然后大家都志同道合，然后让我们感觉滑板就是一个大家庭。大家好，我叫星月。大家好，我叫咸鱼。街板、长板、速降、电动滑板，在我看来 ，ESV 的板是我感觉最接近我们传统滑板真正意义上滑板的一块电动滑板。好，我叫贾鱼，我是198的自动滑手，现在是1.52上路滑手。这次活动非常的好玩，活动流畅，活动策划、活动执行都非常完美。大家的气氛很好，有幸运来了参加这一次的活动。嗨，我是芝麻，来自广州的芝麻，玩板3年多一点，特别喜欢那个冲浪，因为都说那个长板的起源是那个冲浪演变过来的，就很开心很开心。不许录像！我录像拿出去。然后到人数叫233，然后一进去就滑板爱好者。超级开心！我最喜欢的环节就是抽奖了。那你这次出场？对你们这个活动想说的是，希望说明年能够不只在深圳，希望能到全国都去举办一下。哦。上一次的活动我没有参加，但是我有偶遇你们，但我觉得挺好玩的，所以我今天就很想参加。Hello， 我叫钟仔，我是来自广州的板肉，这是很高兴来到 ESV 的活动，然后可以认识到这么新朋友、老朋友，这是一个超级棒的活动，希望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次。Hello， 我是来自潮汕的牛仔，跟大家一起滑这个滑板，然后一起逛街，一起看风景，一起看海。啊，我叫张昌，来自广州 ，EXAV 啊，超棒的，抽奖环节特别喜欢，因为每个人都有奖品，看我眼神非常开心。大家好，我是盛子，希望就是越来越多的滑板喜欢玩滑板的小伙伴可以跟我们一起，就是加入我们深圳这边的一个电滑群，然后我们每周五都会有板聚，然后大家一起嗨起来。